大家好，我是老王。我们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奥特曼格斗情况。咱们挑选一条英雄，选的这个是迪迦奥特曼。咱们选一下格斗场地，迪迦奥特曼对战戴拉奥特曼。哎呀妈呀，这片有好长，是不是？咱们等了半天，好，咱们开始游戏。哎，咱们这迪迦怎么有点反应迟钝了？我这个咋回事？哎呀妈呀，怎么给他当人肉沙包了？这就有点尴尬了。咱们怎么控制不了了？这个居然让机器人给打死了，那么就是控制不了。哇，这个人肉沙包给他打得好爽，这个戴拉是不是今天就爽翻了？往外歪，哎，必杀技怎么发到一半不来了呢？你直接把我们 KO 掉拉倒了是吧？咱们这边已经控制不了了，你家奥特曼罢工了。这是纯粹的打假拳嘛，是不是？看看你个戴拉奥特曼要打到啥时候才能把我打死？必杀技走一波啊！选这个沙包当的也不容易，是吧？原来终于能动了。他这样时明时不理，那你怎么打架？哇，这个长剑好帅，光之剑太帅了，超喜欢这个能量剑。发个必杀技。好了，小伙伴们，咱们今天视频就到这里。喜欢老王的朋友，记得点击订阅。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